来送的。因为太咸了。怎么这么可爱？没有啊，哎呦，甩的。骄傲，骄傲。哎，他这次成功了。很可爱呢，没关系，你先摆放。这个又是进化版的，哎。对啊，舍不得吃，而且还有巧克力片。听到没？被夸奖。听到没？是不是白担心？他的甜点进步多好。嗯。嗯，很好吃哎。香蕉搭配的刚刚，嗯，超级加分。现在咬到香蕉了，嗯，这个泡芙我可以再来个2颗，嗯，我可以为这个泡芙破戒。我想一颗下去就算破戒了，先来5颗吧。帮你们收一下，谢谢。我需要加水。好。我那时候其实在拍的时候，我自己也真的有吓到，因为我印象中的节目，他可能会给你脚本，然后告诉你拍一程，因为就是希望拍摄可以顺利，因为 delay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大的 cost。可是他完全没有给我任何东西，嗯，所以那时候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反应，就是说已经开始拍了吗？他说哦，不要，已经开始拍了。跟浩哥在拍的时候，浩哥还跟我一直聊天，然后后面导播是拿一张牌子去上课，不要再聊天，在他的摄影机后面这样子。面可以上了，四大一小。一小的。好。听好，来，本店招牌红酒炖牛肉面。请用，谢谢。他跟我们那个今天想捧个场开一个香槟。哦，好，我马上交代，可以。谢谢，马上来。弟弟应该有看过香槟光的样子吧？有吗？有吗？好像没有哎。我可以。哦，你来。有那个可以跟你拿，拍一张。哦。Yes， 酒孔还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后面酱是另外在做的。对，酱汁是另外在做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指定的食材，想说把这个东西结合在刚刚的那个酒孔里面的话，那个嘴巴如果味道很鲜的话，可以用那个蜜桃去搭配的很好。对对，去素，而且那酒孔也处理的新鲜。因为你们对我们的好，我们要真心诚意的付出还给你。我们刚刚边吃边感动。哎，你们有吃饱吗？鸡皮疙瘩。哎，你们还不要再喝什么？再来一杯特调。再来一杯特调吗？那我要我的 highball。好，我要验收了。Oh my god！ 一个特调，一个 highball 啊。真的开心吗？今天很开心吧？我今天慌张在心里。哦，那就好。但我很怕它发不起来。不会啊，我们刚刚吃的非常好吃，很好吃。我刚刚听到你们说可爱，还有小细节，小细小爱心。对，说是不是想谈恋爱的心？啊，对。洗碗洗这么久，觉得汤不会，不会，没有这个画面。剪接师只会剪我这边吃香蕉，然后什么喝酒啦什么之类。根本没有放记忆卡，好不好？对啊。看节目给你超多笑料，看我给你一桌好料，来吧！营业中推出美味的料理。每一道食材都是精挑细选，慢慢洗呀、挑啊、切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现在只要一根手指头就可以享受到一整桌的老屋精选名菜，而且直送到你家餐桌，就跟到店里吃一样。别让你的口水白流，赶快上时尚玩家购物网去买哦！超好吃，我看爆浆了，哇！